自制两种圆点贴纸。今天熊大做了两种圆点贴纸，还是格纹的哦，撕下来就可以直接用了，用来做手账打底也是绝绝子，写上文字也可以用来固定便签哦。先在标签纸上画出圆形，画上图案，上色，剪出图案，准备两张梨形纸依次贴上。同样的方法贴出两张，再拿出用完的胶带卷和梨形纸，各种各样的格纹便签，打孔机打孔，打出多张，背面贴上点点胶，依次贴在梨形纸上面，卷上就可以了。你学废了吗？